刚刚养伤就爽一号，我跟另外一个伤差不多。刚刚他做了三十分钟啊，后来就开了一个五分钟，我就把钱拿下来。我也都很忙，我得讲啊，等啊，哎呀，怎么样？要不给我？我是他们，他们把前边的山都在大家今日嚟落嚟，到我哋今日三年嘅呢个少少少嘅资源全部会攞住。咁首先好多谢 Carpet 团队，Daryl 啦，你好 ，Daryl 啦。我们其實呢，大家看到呢是水泄不通，人頭湧湧的。
而且咧係非常之多人喺度買啦。其實香港人嘅消費力係非常之強。好啦，咁而家咧，我邊好咧，琴日我就喺最尾影院最尾個位置咧，咪講話賣嗰個會場嗰、那個呢盒嘢咧。咁佢就會送個人仔嘅。咁其實而家最新消息咧係唔需要嘅，你拎入嚟嘅時候咧，只需要俾150蚊。你冇聽錯。150蚊，等兩個禮拜，你就可以喺攞到一個屬於你自己嘅特別一個 custom 嘅人仔啦。哦，我而家試開完就會去過金整我嘅人仔啦。好啦，咁啱啱咧，亦都睇到現場大會嘅情況，我亦都過咗整咗個人仔啦。第八一係。最緊要係我以翻我自己啲嘢啦。咁其實我今次係有參加咗呢、這個改裝車嘅比賽啦。咁其實喺後面呢個色位嘅，我從來冇影到，今日我影翻俾大家睇。家人都比較虛行吧，去試試。咁就係咁多先，下一集咧，我今次買嘅啲車咧，大家做一個開箱分享。